最简单的英雄应该就是盖伦了吧，完全没有任何操作可言啊，就半个大脑也能玩啊，见面就是一套，拿这个英雄打中路，那纯纯就是恶心咱们亚索一手啊。这个英雄的话基础属性高的离谱啊，一小兵 AQ 先走，拉扯他回来了 A 一下，要不都 EQ 蹭一下，一闪来 A 假装走了，回头 EQ 闪 A 一带走。亚索最害怕的英雄都是不怕风墙的英雄，鳄鱼、万豪、盖伦、挖掘机，只要不怕风墙，咱们亚索就少了一个技能。但是的话也可以打，只是怕，并不是说打不了，得拉扯。打进英雄的话要注意，身前身后都得有小兵，可进可退，懂了吧？来，这把正好实战，我们调教一下这个盖伦。F 六做好眼，观察对方打野动向，小心被抓。而且的话可以利用 F 六投生，哈塞一下。这波不要上头，不要贪一下 Q， 等小兵过来，可进可退。来，可进可退，是不是 ？Q 不到我，他一起手也摸不到我，哈塞。可进可退，挂起来是不是很难受？一过来 Q 一下 A 一下 A 一下，不急先补炮兵，炮兵不能拉，听下脚步声，抗塞一下，小心点别被他插了，他想插我，有点吓人啊。倒下，瞎子摸我，对，配合闪现出被动，不急，再 EQ 蹭一下，拉开，再回头，再刮起来，然后再走，人头上个队友。哎，我还死不掉。不好意思， My name is 追风亚索。上波并不难，就是吃手速。有些兄弟们的话，不是你们的手速吗？而是你们的鼠标反应不过来。大家看看我的 Sai Rui Prime Mini Wireless， 这鼠标响应速度非常快，我有时候一玩一整天。它很轻，只有73克，玩着是一点不累。这鼠标突摸 Air 的传感器带来真正的1:1追踪性能，而且还有 Breast T 光磁微动技术，可以提供超过1亿次的点击按键次数，快充15分钟可以畅玩40小时。喜欢玩刺客呀、操作类的英雄啊，非常适合，快、准、狠。搭配上这个赛瑞的 UCK Presenco XL 的鼠标垫，自带 RGB 双区域灯效，不仅帅，全防滑，不丢帧。这盖伦已经被我们打挂机了，带上这套外设，我们再开一盘给你们秀一波。He fucked up. 面对疾风破。绝非偶然，